要接一张咁靓嘅花，你需要三种材料：两只正方形嘅白纸、一张浆糊胶，乜嘢胶水都得嘅。首先拎一张三角形嘅对折。都会变成咁，再接，唔系接三个，接都变成咁，再嚟，然后就咁啦。我接上嚟，咁你啲花。草就像好啦，花的草。下一张就是要整花啦，拆开就花。首先就是接到它变成三角形，跟住接到上去，接到上去，跟住食物应该是这样的。第一张。最后尾呢个步骤，拎一支胶水，即喺佢个身后，抹胶水，然后将佢黐成咁。之后揿实佢几秒，咁放开佢，咁呢个又简单又靓嘅2D花就整好啦。